港铁范围严禁吸烟，应该人人都知啩，但他们就公然在港铁月台度喷晒烟咁。日前有人在九龙塘站等车的时候，见到有几位内地男人在月台度食烟，期间车站都有广播提示。港铁范围严禁吸烟，应该就话。那有人似是知自己理亏，即刻就将烟抌咗喺地下，再踩熄个烟头。但都有人好似系听唔明广东话，同同伴继续爽叹烟。楼主不满佢哋嘅缺德行为，就拍片摆咗上网公审。条片一出，即刻引嚟咗网民群起谴责，话佢哋大胆到可以喺车站月台食烟，真系唔罚款唔知错噶、哦。根据港铁附例，喺车站范围吸烟可被罚款5000蚊噶。而之后有疑似是同车的乘客上载了张相，批评其中一个男人上车之后，仲将热水壶放在关爱座把位添啊。